本来应该是 F 到 E 的，对不对？ F 然后往右到 E 是七度，可是呢，这个 F 现在它要求你上面要一个 F 升， F 升它就等于是少了半音了，所以是一个减七，对不对？如果是 F flat， F flat 到 E 的话，那就是一个增七了，对不对？对啊。是这样看吗？对啊。它是加一个。对啊，对对，里面领先加一个，对。那现在是还是我说反了？你说吧，没有，现在是 F 三到一嘛。对。如果 F 到一是，啊，是大七。对。所以这个就是小七。对啊，增七。然后现在要减七，就要去到。等一下，他说要用临时记号把它变为减轻，哎，我看错了。所以你要再把它再要用临时。现在是小七，现在题目现在是要加一个这个。要加一个临时记号，我们都看了，你看我们这些人一直琢磨在那边了，都昏了，忘了要把它加一个临时记号。所以要在那个一上面加一个 flat， 就变成减七，对不对？自己都最不喜欢这一段，可是没有办法，我们还是要讲，让大家能够明白。同学们，哎，你不要叫，有些学哥学姐人家很喜欢这一块的，可是我们不喜欢这一块啊。有些很理论的人啊，我记得在第八期哇，有一些非常理论的人啊，很喜欢这一块，人家考试都考满分的哦。OK， 没关系哦，感谢主，每个人都不一样，上帝创造每个人都是好的。好 ，OK， 往下哈、哦，往下，他说什么？倒数第二行66页，用临时记号将下列音程变为增音程，所以差不多一样的套路对吧？只不过这次要用临时记号把它增，所以这你们都可以自己做哈、哦。然后到66页最后一行啊。在所给的音的上方构成下列音程，哦，这个可是有点挑战。好，我们就做一个好不好？咱们要做哪一个呢？第一小节吧，我们就做第一小节好了。先搞定，再来增减，对吧？所以就是 G， 从下面上来，这个是 C 的话，上来就 G 啊，对吗？是不是啊？这应该是 G 啊，然后咱们再从这再来搞定。这个牧师谦卑一点吧。我知道，就是你去的时候，这个红笔不行。这个笔不行啊。看得见吗？所以第一题啊。我喜欢用不同的颜色来写，它不是。
个是 G flat， 第二个是什么 G， 第三个是 G sharp， 就这么简单，可以吗？好，到67页了哈，67页音程转位。Oh by the way， 忘记提醒大家，这些哈、哦，全部都可以转位的。都可以转位的，可以明白吗？所有的这些都可以转位的，好，好，67页哈，音程转位，我们今天要讲到第几页？这是比较 boring 的 section， 讲到68是吗？68他们可以自己做，67讲完就完事了，是不是？嗯，好，67页下面。填写下列有关音程转位的答案，与真音程相对的是什么？减。与大音程相对的是什么？小。纯音程转位后是什么？还是纯，对不对？转位以后还是纯。第四题，真四度转位以后变成什么？减五度，这个是不是比较有点难度？真四度转位以后变成减五度，是不是有问题？需要解释吗？你解释一下。就是因为加起来是九度，但是国庆就问 OK， 从这边数过去，如果从这个二度。在转位的话变成就七度了，像二加七是九，所以二度那个二度转位变成七度，那如果是大二度转位以后变成什么七度？大对应小就变成小七度了。如果是三度，如果一个真三度转位变成。减六了。变三变六，然后正变减。有没有困难？需不需要再加以解释？需要。好，解释一下，解释一下。它这里每一次都画进去的话，它这个。两个之间，那比如说这个什么，这个是 A 到 A 跟 C，A 跟 C 就是三度，或者反过来 C， 这个是 A 跟这个 C， 这个是三度，这个是六度，三跟六就是一定加起来是九的 ，OK， 这关系是九的，所以三反过来就是六 ，OK， 然后如果是一个五度的。那五度的 A 跟那个 E， 或者是那 E 跟 A， 反过来就是一定是减四个就五度，这个是四度了，所以反过来。然后至于它是大小啊，这么减啊，就是大对应转过来就变成小，中转过来变成减，如果纯的话转过来也是变成纯。就记住这个题目。好，可以吗？他都累了，赶快把这讲完了。我也是啊，脑袋挤不进去。我觉得这没办法，你不是这个在按着课程走吗？第五题，小三度转位后变成什么？大六哈。那第六题嘞，减七度转位后变成增二。增二度哈。那么大六度转位后变成什么？小三。好。我们今天就讲到这里，因为后面都有答案，所以不需要讲全部哈、哦，就确认大家都懂就好。你们要自己回去做好不好？下面就是要弹琴了，我们还算快的。我记得有一堂第七课的时候，哪一期的时候都还时间还不够啊，讲的第七课。那你们练琴，我们看看你们弹的怎么样？对，有什么需要问的？那下礼拜你们都需要来弹。对。
to work on schedule, right? Yeah.现在有诗情手吗？你们好多人都在这边学了吗？但是英文堂没有过来，英文堂没有，还有粤语堂过来。对，贵堂有一个啦。对，贵堂有一个。但你们几个都可以谈啊。嗯。还远。是吗？可以在可能在小组团体上。哎，对呀、啊、对呀、啊，小组团体看。我刚看了一下这个，我觉得有点快。这个，如果说这个是大三的话，这样子啦，对对，这样子，对。然后大三的话，对，四个半音，然后要变成小三度的话，就是要少一个半音。对，嗯，对对，这个就可以了。为什么还会？就我问一下，因为刚看的时候，是全部都是音，然后再写。哦，对对对，因为四个半音，就这样。F 到了 Z 是大三度，还是老法？一个半音，两个半音，三个半音，这个变成小三了，这两个倒反。这个应该是不用小，这个要小，倒反了。对对对，我想应该是这样，看看后面是不是这样。我想说其他的对。Thank you.
对对对，能谈，越能谈，谈不上的提议，是不是？对，就是说，对。
开了，这不录了，这还在录的。OK， 没事，就你了。看了吗？那个给我看看他了吗？啊，看了给我。没有。那我今天没事。去报事。对呀、啊，人家有事儿。哦，我先走了，我还没事。不要紧的。好，我们下课了。等你们下就好了。对。那还是这个。下周是考试哈，加油，弟兄姐妹，有一个礼拜的时间，看你们很多人都谈得挺好的，感恩哦，感恩啊！希望你们能够在小组里面开始起来服侍，真的，找地方服侍一定要哈，因为你学了这个不找机会就太可惜了，就太可惜了哈。还有一般的转的，谢谢。
这个是。走十五嘛，我走五号。走五号。我看一下，我可不可以走十五，然后再转转五？可是会绕很远的地方。我再看一下是走什么。啊？现在没有。好像有下的话，应该是四五点多吧。